只得我共你，一個比較激動，一個比較難的訴法，再加上都幾不常見的一些 chord， 不過都不是太難感的。所以今天一氣呵成教大家就 verse 和 chorus， 我知道我不會走數的，如果多人看的話我會拍埋個 chorus， 但係未拍住，因為不太識唱個 chorus， 會慢慢練下。 OK， 那這首歌已經很久了，但是其實大家都仲有很多人會玩，因為這首歌是很容易唱到個氣氛震撼出來。 OK， 試下我們首先講啲 chord 先啦。第一個 chord 我哋叫 G minor， 食指撳入第一線第一格，中指撳入第三線第二格，無名指撳入第二線第三格 G minor。跟住之後，我哋只要將我哋嘅中指咧褪落去第三格同一條線，呢個咧就係 E flat 啦，睇到啊，爭少少嘅啫。OK， 跟住 B flat 咧難少少咯，我哋咧食指咧撳入第一線同第二線嘅第一格，跟住中指撳入第三線第二格，無名指撳入第四線第三格。呢個咧要夠直啊，如果唔係咧冇聲。好啦 ，F 啦比較簡單啦，咁我哋咧就係食指撳入第二線第一格啦，中指撳入第四線第二格。應該要識我嘅 chord。OK， 跟住咧加隻無名指係個 D minor， 我哋應該玩到 pre-chorus 會揾嘅 chord。呢個 chord 咧比較低少少，我哋用食指咧撳去依度，三條線撳曬。呢個咧叫 C minor， 咁你當然可以三條線撳啦，亦都冇問題嘅。OK， 咁啊跟住仲冇咩 chord 住冇啦，咁跟住我哋會講咧數法咯喎。咁一開頭咧我哋咧會講咗個 verse 嘅數法啦，因為數法比較難啲啊。哇，睇下就係呢個數法啦。咁呢個數法咧就係、是、啊落上落。落落落上 ，OK， 啊點做嘅咧？望一望咯，我哋咧其實將佢拆開咗四嚿嘢睇嘅。第一拍嘅時候咧，我哋係 one 二 and r， 見到二 and 嗰兩下咧，其實我哋隻手係照用 one 二 and r，OK，、okay? 跟住咧 two 二，跟住 and 嗰下數落去 r，r 係冇聲嘅。睇一次咯，我就係做 one 同 two 嘅 ，one 二 and r，two 二 and r， 呢度就係落上落。平時係聽到吻下去就依三下啦，吻下去係啊，所以咧要做靚啲，咁要做慢啲啊，吻唔係吻下去就係咁樣啦 ，OK， 吻下去，願確認我共你，即係佢依首歌咧係好啱玩嘅拍子，因為噔噔噔噔噔噔，其實咧都幾特別嘅，因為佢依個玩法咧就係三下三下嘅，你見到咧佢就係、是、啊。落停停上停停落停停，個停嘅意思即係冇聲 ，OK？ 落靜靜上靜靜落靜靜，咁我哋依個咧就會話喺四拍嘅歌通常第以二同四為單位，但係依個就用咗三下三下咁去做，咁啊幾特別個聲出到嚟。OK， 咁跟住之後我哋做完之後咧，我哋去到啊、後邊啦就係、是、落落落上啦，咁我哋試下成嚿一齊做。咁我會數住 one 二 and two 二 and 啊，大家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做。OK， 聽下啦喎。OK， one 二 and 啊 ，two 二 and 啊 ，three 二 and 啊 ，four 二 and 啊，第四嗰個咧就最簡單 ，four 二 and 啊。咁我哋如果用另一個方法數，我哋就係落上落落落落上。OK， 咁我哋試下咧，我慢慢地咁彈一段俾大家聽下。OK， 五六七八 ，one 二 and 啊 ，two 二 and 啊 ，three 二。咁我哋咧就係咁樣去做咗，咁我哋跟住就試下彈住唱啦。依個幾難，大家可能要練多啲，我諗起碼都要過千次，以千去計嘅練習先可以數到呢個表。OK， 吻下去，便確認我共你能同生。
實咧慢係好難，頭先都有少少甩甩地，咁大家可以慢慢試下個 beat， 要練到好熟咧先可以唱到啊。咁啊，佢個 beat 就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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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咁啊，你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記得。好啦，跟住到下邊 pre-chorus 咧會相對簡單啲咯。咁我哋 pre-chorus 就點樣咧？就係咁樣啦，聽聽。我身邊太多假人，心中太多傷痕，得不到私奔。哦，咁我哋第一個 C minor 咧，我哋其實數四下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D minor 都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到 E flat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到 F 呢度咧最難啫 ，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a，OK，One and two and a three and a four and a， 簡單嚟講就係咁數啦，因為做副歌啦嘛。咁啊，不咁打鼓。咁但係咧，前面嗰三個啦 ，C minor、D minor、E flat 咧，我哋除咗數四下之外咧，依隻手要做啲嘢咯。我哋每次一數完咧，依隻手就要放開。嗱，我試下咯，唔放開係咁樣嘅，啲音仲響緊啊。但係如果一放開，係冇用音。我係想做依個感覺，就係你數放、數放、數放、數放，呢度又係斷嘅啲音。如果我一路撳住點咧？去噶嘛啲音，但我而家就斷咗佢咯。咁聽落去咧個節奏都斷斷地幾好聽。特登攞一段咧做個靜靜地，跟住又再爆，因為我哋一開頭第一段會比較爆嘛，跟住呢段靜啲，跟住後邊又爆啊。OK， 試下咯。我們身邊太多假人，心中太多傷痕，等不到私奔，我要將你就係咁樣啦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呢個 verse 同埋 pre-chorus 啊。OK， 我係 Kermit， 希望大家會 subscribe 我。如果覺得依段片正啊 ，share 俾你嘅朋友啦，拜拜。